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晴。今天是我第三次登台演出了，然后是我第二次在广州演出。加油！然后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我们先开始吧，好吗？在黑暗里找一个信任，不要去看。好烦呐！我就有点不习惯，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有人会举我的名牌。但是今天还是就是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他刚刚在台上哭了，然后我觉得这太感人了，因为像我们这样在台上想哭都哭不出来，你 know， 所以我觉得他很 real， 你 know， 如果你们喜欢他的话，记得去给他打 call， 我叫徐真真。